在这个地方，民众边跑水，真的是架杠流水席，滚滚泥水在脚边狂流感受真的很不同。台上比基尼舞者超卖力，大雷一阵阵，还是敬业演出。 女舞者捂住耳朵，继续扭腰摆臀，真的超敬业。与炸嘉义八二快速道路淹超惨，驾驶把自小客当两栖战车开，一路破浪往前挺进，但这一辆就惨了，半辆车泡水惨淹，驾驶疑似受困，等待救援。那个水的那个高度啊，已经快到那个红绿灯了，一片汪洋啊！ 不止八二快速道路淹水变成大型停车场，每辆车子尾灯尾灯，而快速道路下的号志灯几乎快灭顶。哦，那个水位不是你们有办法去想象的高啊！你看，好可怕啊！嘉义市区10号晚上8点半转角木屋瞬间倒塌，监视器拍下倒塌瞬间还冒出火光，所幸没人受伤。 隔壁住户听到巨响，冲出来查看，木屋因为经不起大雨袭击坍塌，还有火车站轨道变成飘飘河，火车恐怕变成水上列车。一整晚大豪雨，不少家园全泡水，仿佛经历一场浩劫。记者侯国文，嘉义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 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